咱们先做一下红烧肉，先把肉穿下水，大葱、姜片，飞哥，飞天灵啊，这个凑合用吧。倒入白酒，水开撇去浮沫，捞出，这个肉要再洗一遍。飞哥，快下鱼了，加入宽油，油温五十热，下入红烧肉，炸成这个形态就可以了，兄弟们。锅油底油，咱们炒一下糖色，加入葱姜蒜，来点八角、干辣椒、香叶、桂皮就可以。来，飞哥，来加入五杯水，好，来一滴滴咸盐，上升，嘎，少许胡椒粉，兄弟们这样就可以了啊。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，45分钟，开始和面，一碗、两碗，倒水。和面啊，讲究腮光、面光、手光、盆光，咱们做的差不多。开始擀面，走了一个柿子擀了，还不是被你逼的吗？你认真的样子好帅、啊、手擀面，我们开始炒菜，起锅烧油，来点八角，放入葱姜蒜片，放入干辣椒，豆角炒一炒，豆角炒断净之后放入西红柿，放入盐、味精、鸡尾、胡椒、美食代姜，生抽、咖喱头、老抽、咖喱头、胡椒、咖喱头，面上少来点食用油，盖盖上气，小火15分钟，这下呀，时间到，开整，1、2、3一碗拿着锅呢，再来一碗。老雷，这碗面真是真舒服呀、啊！